上次我们开会的时候哈，不是说那个在土地协议架构的时候，就是因为刚才那位小姐说的前排前栋跟后栋的那个土地十分不一样，你们答应说要用那个协议那个土地限价的时候去把它，因为他们面向道路嘛，面向大马路，所以能不能提高了这个问题，你们不知道那个建价完毕了没？有无？你们的建价完没？我想跟你说明一下哈。是。有关这建价部分，我头来讲，我已经找了估价师哈，准备要进行做建价作业。那今天我们还有一个前置作业还在进行当中，就是说，因为今天我们在想说，可能只有找一家估价师来估价哈。用一种方式来估价，哦，拍姐，我就先直接答复。也未，伊个是伊个也未降价好。也未开始，也未降价好。啊，第二项啦吼，拄啊吴先生咧讲吼，做捷运开始开会，甲即久拢毋捌讲到通风情的代志啦。通风情本来是设计在哪里？在中兴里那个公园里面那个自由地那边啦。那时候我们所有的里民根本就不知道说现在要做捷运，什么要连开，什么挖沟，阮根本都拢唔捌，对不对？人喺东坡中心里吧，你就是中心里，你遐中心里嘛吼，大人里啦，大人里什么大用那个布条啊，大什么四史捍卫家园，我啥啥物四史捍卫家园，是厝要甲恁征收啊，而且哇，原来就是。你的出龙口本来设计是毋是伫迄个广慈的迄个园区内底？迄恁市有地，恁就去设放在遐着。恁无台无市，甲设在中埔，你到尾九十几号？吴先生，你那是九十一巷后壁。拜托的，迄、那个大楼若起起来哦，后摆住伫迄栋厝的人哦，拄啊伫骊山吹电风啦。热天毋免冷气，哦，省电足省电的，恁吃甘吃哩。第二点，热天免吹电风，连电风都免吹。规工吼叫，迄块遐底有几大群吗？恁甲伊是讲叫阮合作，甲恁连开，恁哪会无考虑咧？通风这是吼吼叫呢，迄甲咧空气同款呢。中埔里第一年的里面，里面叫哪啥？叫咱二等公民啦。上次有人去争取这无？吴先生拄仔无讲，将来规个甲即句是讲已经过去啊，代志，搁讲也无效啊。恁若已经公告实施啊，一百年十二月初二、初六。恁的公，恁的行政院，和恁市政府的公文就已经公告，只是看一下拢公去。要明仔出笼，原来因的事实捍卫家园，原来就是出笼口，把你放过去这边过来。啊，讲这个叫中埔里的里民，敢若读个破字啊，敢我唔是二等里民。迄阵的公，迄阵你应该有公告过无？一定有嘛，但是谁知啊？无人知啊。恁老大，你九十一号、九十三号，后摆恁大爷。厝大呀，免差伤大，莫讲厝袂大，干那个房价啦，遐下摆起来一平，若讲一百万，你遐我看剩无八十万，迄恁有考虑着无？迄要安怎做？即摆有一个办法，恁有替你，这是大众的代志，毋是个人的代志，对无？恁迄个通风车收办的后壁，干那吴先生你讲，恁的八米道路要开嘛？有法度煞有后壁去无？那是工程款加一出来的代志尔，有在来补救无？你讲前栋后栋以内号做土地十分，你想办法顶边甲恁拜托，讲叫恁用降价时阵落去处理，你若答应啊，对无？那么这个通风这，这个是真严重，迄几栋啊？你呾，我看迄差两栋，后摆去验两栋，无差有大，看变哪大？无你恢复原一个原计划嘛？恁搁公告一遍，恁恢复原一个原计划，恁囥在迄个号做广慈呀嘛？你囥在大人里边，大人里边多少？即摆要做啥？迄个派出所过来啊，罗啥区公所？行政中心你囥行政中心后边嘛？行政中心暗时也无人咧住啊，啊雨做去雨啊！啊，里边遮大咧，后摆说是几？你若讲起十四楼，请问一个，偌济户呢？老囡仔有老人的哦，我看内面臭耳人哦，我看内面袂听，吼吼叫，你是叫恁阿大？啊，顺阳啊，为啥有东东时？明明恁的设计就是囥伫遐，人搭一个白布条，恁就一定要甲刷来中埔里这边，恁奈唔刷去大道里迄边？你刷去大道路嘛会用的嘛？啊，可怜，
中埔里第一名的林第二名敢啥？二等里面啦。恁这边这个代志，恁正经吴先生这摆第二来讲啊，恁拜托一定要解爱甲解决的，想办法甲移嘛。要移民啊，简单甲咧道民一划就划过啊嘛，是毋是安尼？后摆你查迄个里面安尼住遐的人有可能无？哦，拜托这点，吴先生即摆提起我啦，顺便伊的话，才甲恁请求恁会当这个代志处理下好，啊无这后摆真严重啦。哦，你讲一定要叫大家里面甲恁连开，安怎连开？大家拢只有拢同意。但是迄三栋是绝对毋是一栋的啦。我甲看恁的图面对唔对？我虽然毋捌字，但是我也看图。迄、那个图面画起来买名单，恁要变哪大？哦，即点头，请恁捷运局慎重考虑，好无？利用即句还未开发的中间，赶紧考虑这代志，好无？拜托拜托吼！谢谢谢谢，谢谢。阿信，好，阿信。哎，我们的主持人哦，哎，捷运局的各相相关单位哦，哎，各位长官哦，大家晚安。也是为了我们中埔里的第一名的哎捷运的开发哎来辛苦哈、哦。哎，咱即卖就是讲，咱这第一名来，大家听得清楚哈、哦。咱的诉求是安尼，一平换一平，附带一个车位。现在不是还说等他哦，现在等哦，赶快，好像是等于同意，有没有同意啊？有没有还没同？大家都还没。一平换一平，附带一个车位，不有没有同意？还没达到，你没有同意了吗？没有，没有。那请问举手，同意的举手，还不同意的举手。现在还没有达到这个一平换一平，你同意吗？那我们就诉求就一平换一平，附带一个车位，同意吗？同意。那同意的举手。同意。是不是？现在不是还没有达到，你就是同意，就赶快有的。现在如果我们同意了，达到我们的那个我们的诉求的话，那再来说这个那个通风口的话还不迟，也是现在还可以讲，现在可以讲可以对，一样的两者都要，对不对？感谢哈、哦，哎，今天我有请两个议员来了，来帮我们声援，一个陈立辉议员，还有一个张曼兰议员，但是现在张曼兰议员还没有来哦，就是他们两家关心我们这个我们这第一名哈，所以我之前有请他，现在还没有来哈，先不知道有没有来，我不晓得，哦啊，谢谢我们那陈立辉议员的主任哈，他也这么辛苦，谢谢。